呢份系我今日嘅新嘅工作，物流公司嘅货仓员咁啊吓。即刻学嚟讲咧，我都觉得都几易上手，因为佢唔系好难，有少少似揸碰碰车。大家唔好误会，呢、这个唔系劳工处嘅广告，而系古巨基嘅新歌《乱世情侣》嘅 MV。今次曲词分别由陈辉阳同林夕包办，反映香港社会嘅现况。虽然是情歌，但是故事都相当贴地啊。在这乱世，爱定你已是人生仅有大志。咁啊，我找回十几年前的呢位拍档胡定欣做我 MV 女主角。十几年前那首歌的歌名叫《爱与诚》。呢只歌是很有感情、很有情绪的 一首情歌，所以我想找回他，我要很多谢他答应我，好像叫做一起计划将来，但是忘记了身边的人，即是领悟之后，我就跑来公司，即是他嘉宾公司来找他，挺有 touching 的一个结果。现实会逐寸逐尺挤压，对象亦出错，跟隻歌讲的一样，即是都市繁忙或者叫乱世，一样东西都很辛苦很艰难，但是情侣之间只要坚定，信大家一起捱过去这样。